咦，王老师不是去世了吗？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始。王老师，你在人间的时候做了很多善事，其实你的时间还没到，有些任务还需要你去完成。万能的上帝，我接受你的旨意，交给我吧，我会帮你把这个任务完成的。我就暂时把你变成一个富有超能力的人，但是你在人间的寿命只有一年，一年之后你必须回来。感谢上帝，我也很想念我的学生们，想去看看他们。但你不能滥用你的超能力，你的超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你用在越大事情上面，将会消耗你的能量，让你在人间的寿命更短暂。好的，谢谢上帝，我一定会让这个人间变得更美好。都叫你不要看鬼戏哦，看我是要跟你一起冲凉。我怕吗？啊！搞什么啊你们？是哦，鬼啊，鬼鬼！啊！别靠近我！说来话长，我和你们慢慢解释吧。王老师，那你变一下魔法给我们看好不好？好啊。关灯，开灯。哇，好厉害哦！那以后啊，我们不怕被人欺负了。其实啊，我的超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滥用。如果用的越多，我的寿命就会越短的。好，王老师，叫你不要再用了。王老师，王你永远都和我们在一起。王老师，你不要再用你的魔法了哦，我们宁愿和你在一起。对了，王老师，明天我们开学喽，而且这次我们换班了。听说这班同学也很难搞哦。不要咧，我很怕咧，不知道习惯没有。啊，对了，王老师，我们那一班好像还没找到华语老师哎，不如你升起来我们学校教书啦。其实这也是我回来的目的之一，我很快就会出现在你们的学校了，因为我有这个。哦，还很大声哦。王老师，我还以为不会再有机会见你了，可是没想到还可以有一年的时间跟你相处，哎，真的是太开心了。对啊，这一年里面我一定要让你们更加进步的。喊诺喊诺，王老师你最帅了，爱你哦。王老师，有你教我们，我肯定会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帅哥。已经很帅了。王老师，这一日子我想你想都受不了了。真的吗？来，我走。喂喂喂，老师啊，起立！哎，让我先为大家介绍这班的学生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佳佳从国外回来，因为父母生意失败，被逼回来大忙，性格骄傲自大，爱抢风头，说话的时候喜欢穿插英文。Dennis 搞笑。笨手笨脚，喜欢靠雷，是个脸皮很厚的家伙。常乐常自夸自己是小天才，虽然成绩不错，但古灵精怪，爱捣蛋。阿帅自认是班上的校草，长得高，在他眼中没人比他帅，所以常看不起别人。老师早安。早安，请坐下。我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的确是王老师，不过我是王老师的双胞胎哥哥。那王老师生前希望把大家的华语都教好，所以我一定会尽全力把你们也给教好的。好，那今天呢，你们的班上来了几位非常可爱的插班生哦。哎，来自我介绍一下。Hello， 我是小玉啊。如果你们跟我有缘的话，
男的、女的，不男不女的，都可以当我的 brother and sister 啊，总之很巴掌都可以。啊，对了，我的性格会比较直接一点啦，不小心说错话，大家不要介意啊。还谁啊 ？Oh my god！ 下次相亲大会呗 ，so annoying。哎呦，但是啊，她蛮美的哦，可以做我的第128个女朋友啊！因为你很多女朋友啊，死要脸。你们好，我是 Benny， 不要以为我很肥啦，但我只是瘦到不明显嘛。懂，只是肥到很粗脸嘛，有吗？听说你们这班的成绩比我好一点点啦，但请多多指教啊。一点点？他进这边应该成绩很差的啩，进来这么，那我们在那边。算啦算啦。Hello， 大家好，我是第二漂亮的阿三。虽然每次只有两个人比而已啦，不要看我每次啵啵三八三八这样，可是其实我也是蛮厉害读书一下的哦。What the dude？ 你在美女旁边敢讲自己漂亮啊？哎呦 ，Are you crazy？ 三，别理他。来来来，我们深呼吸。啊，这个世界真美好，真美好。死了就可以了，四个。我是常勇，我很喜欢跆拳道。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也穿了跆拳道衣服的话，我会很不习惯的，所以请大家不要见怪啊。切，跆拳道一记就有厉害嘛，不是有厉害嘛，没有的话罚你辱骂了。不要太过分啊，我知道你们成绩没派，但是请你们注意一下你们做人的态度好不好。 Excuse me，你不要以为我刚才说的是美女哈，你今天是发神经啊？点啦你，骂人骂到短得抖啊，还要骂？喂，慢点！有欺负没有？有话好好说，不要用暴力解决。回去，回去。不回去的话，我去找校长了。下，那今天请翻开课本的第八页。帮他吗？哇，这什么钢那么黏啊，根本都拔不起。还讲自己是小天才，看你以后敢不敢去王老师。你们还不上？不管是的人不要上来。天下太平。恢复正常。哇！
哇，这个不是最新的那个 honey ice cream 吗？啊 no no， 这个 honey ice cream 最近超红的。好吧，那我请你们吃。不用王老师，我请客，五杯。其实这个我吃过，真的很好吃。真的哦。好，谢谢。真的很好吃哎、欸！真的，谢谢你，小玉。王老师，如果你喜欢吃的话，以后我每天买给你吃。还有事情吗？我先回办公室。待会见啊，拜拜。我们还没有吃东西，赶快去买。走。有些人就是这么无聊的啦。我刚刚看到你是故意的，你在欺负我们的小玉，我就一脚踢断你的腿。哎呀，不要浪费你的力气啊，以我的重量直接坐断他们的腿啊。你们别以为有黄老师撑腰就可以自以为是。那黄老师根本都没有用啊，我们自己在家里读更好啊。小心一点啊，不要侮辱我们的王老师。是啊，王老师是最帅最有才华的，你知道吗？好笑。看过帅哥吗？现在帅哥就是长这样子的。哇，看好好啊，你们看好了、看好好了，这叫做自恋猴的脸，昂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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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以为我刚才说的是美女哦，你现在就在我面前讲的是昂高，我跟你讲哈，给你三分颜色就上大红啊，你想怎样啊？喂，小玉不要理他，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也对啦，深呼吸，这世界真美好。你每次就只有这招不了的啦，你还有哪一招？每次就是这一招啊！罢了。人呢？不要给我看到他，鉴定他打我。鉴定是呆子。是啊。经理，天老师早安。谁叫你们坐下？早上没有哥哥煮早餐给你们吃哈，这样没有力啊哈，再来一次。你们是正常人吗？哈，正常人是这样讲话的吗？大声又不可以，小声又不可以，性研究要那么严格吗？哎呦，别大喊呢。You， 其他人坐下。You， 给我叫你的名字啊。小玉，请出来。你不要太欺人太甚哈，讲人家坏话请在背后讲，不要在前面 OK， 讲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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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老师。哦，乖，把你啊、我不是故意的。 Please 咯，是你的错耶，那你可以带手机来学校的。哎嗨嗨，真的是不良示范啊。喂，他让人家手机赔钱呐、啊，讲了屁用啊。是的、喂阿帅，你自己嘛不是上课可以带漫画的吗？哟，手机漫画拿出来。哎 ，brother， 这次惨了耶！他最喜欢看的漫画、啊。其实他更惨啊，手机肯定拿不回了咯。是要高音是吗？小 ，good girl。严老师啊，你不要没收我手机了。Handphone is my life， 没有了它我会 die。You die, not I die。漫画150块钱买到了嘞。
结款了。很贵哦，你的钱不是我的钱。哈哈。完，都。上课。小玉啊，要出去了嘞！你在查什么哦？哎，这是一定要的啊！如果没有保养的话，皮肤就会像你们这样啊，黑黑干干的。像这个嘞，这个是什么来的？这个啊，超神奇的，这个是 Cleanser Mask， 它不只是可以卸妆，也是可以洗脸哦，凸一万的，很方便啊。这样我要变白的，这样我要皮肤水水的嘞。简单，这个是 Snow Fairy 的乳霜。你擦了之后哦，皮肤就会被白白嫩嫩的、啊。那借给你们用，这样我先拿喽。哎，记得还我啊。嗯嗯嗯，白。哇。哇，那个风扇这样子就给动了啊！So cool, man！ 王老师本来就长得那么帅，现在加上我超能力，简直就是我的 Superman！ Superman 你的头啦！我们应该劝王老师少用一点他的超能力。如果他把超能力用完了，我们很快就要跟他说拜拜了。没问题的，偶尔用小小的 power 是可以的。你们谁要喝可乐？我。哇！去 relax 了，我们去逛街好吗？我今天很忙，你们自己去吧。王老师，你怎么那样扫兴嘛？是咯，陪我们去嘛。是咯，王老师，去嘛去嘛，拜托拜托。哎，我有办法，我请分身王老师陪你们去。啊？哇，那个王老师出现了，太神奇了！王老师，真是王老师呢？哎，你不要乱动他，你乱动他就别动我。你们要记得哦。如果你们跟分身王老师出去的时候说话要小心，因为他是隐形的，不然路人会觉得很奇怪。哎、嗯，你们到底要不要走哦？不走的话我就飞哦。要。原来你们早有准备啊！当然，谢谢。走喽，不然我们去别的地方。好、啊，走走走走走。天上太平，恢复正常。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哟，我们一年一度的大型比赛又要来了。是的，那今年我们的比赛更加精彩，就是老师带领同学们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才华 PK 赛哦。主要是让我们师生的默契越来越好，所以我会很严格的挑选我的组员，那些最烂的不选，只选烂的。严老师，你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们啊？
对咯，严老师，你很 over 嘞，讨厌。是啦，到时候我一定给他 over game 了。就算你要选我啊，我都 say no 啦，呸！每次说我们烂学生。Sorry， 是注意烂。同学们，我觉得不要被烂这个字打击，因为烂字里面其实还有一把希望的火，只要你越点越亮，就一定有希望的。还是王老师最棒。好，那谁要参加王老师这组的，自动上来。我。Ladies first。OK， 那你先。刚才王老师说的非常好，烂是带有希望的，所以我选烂的就有希望。烂烂烂烂，谁敢出来？你要说我们烂咩？不是最烂，要开心，来出来。幸好我们是最烂的。那王老师这组的马上上来。掌声鼓励鼓励，他们承认是最烂的。严老师，你不能这样教学生的，你这样会让他们学到你的缺点。老师，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注意烂给他们了，他们只是烂而已，那是赞美哦。老师，你很 handsome， 谢谢你哦。你的学生很 Q， 他们只要再努力一点点，就一定赢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加油！哦，我有事情忙，你继续教书啊。谢谢你，老师哦。走！我带你吃咖啡。上课。我讲了什么？哎，你们觉得我应该要表演什么啊？我觉得你应该可以扮演古代美女。啊，是咯是咯，我觉得你可以演仙女下凡唱黄梅调。啊，那叫老套妹，你们可以 update 一下吗 ？No， 我也是觉得你们很老套。另外一个王老师很忙，所以呢，由我这个分身王老师来帮助你们。耶耶耶！我今天王老师来了。王老师，你觉得我应该要表演什么才华才会比较有特色？你的话，我觉得你的性格那么直率，应该选一首又清新又酷又帅的摇滚曲风，跟我合唱。王老师太棒了，这就是我心里想讲却说不出来的 idea。少来了你 copycat copycat。那王老师，我要表演什么呢？哎呦，我嘞，我是不是演校花呢？哇，他们是不是紧张到傻了？那个椅子都没有人。是哦，你真奇怪。压力太大了，哥。假勤劳 ，Don't worry， 我们是 win。对啦对啦，我才不要每天见到那个又这么肥又这么丑又这么凶。又西北西北严格的严老师啊，哎呦呀，你讲到这样小声我是听不到的。 OK， 讲多一次，讲西北瘦，西北漂亮，西北好的严老师。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去写全世界最瘦最美的女人就是我的严老师3000次。来啊，不要不要打打你，小丽的啊，小丽的痛吗？啊，西北痛啊，小丽的啊，西北痛，西北痛吗？啊，西北痛吗？啊，行痛吗？王老师，我应该要怎样开声啊？喂，你怎么啦？为什么这么没有精神？是啦，最近睡眠不是很够嘞。这就是福华补品的灵芝破壁孢子粉，可以消除疲劳哦。哇，而且还可以提高免疫系统呢，还可以改善睡眠呢，一瓶怎么够？王老师，我要，我要，我要。你们要啊？去福华补品买哦。
偏心。哎、欸，这里这么多，一起吃啊！好啊，才有先吃吧。嗯，好。小林西呀，哈，水准这样高，赢又跟你们无关哦。你们别等别等，练练一下了哈。比赛都还没到最后，还不知道谁赢哦。就是咯，打得礼貌啊。我只是实话实说。你没有说话，没有人当你是哑巴。有王老师的带领，我们肯定不会输。Yes。严老师，你有没有听过“满招损，谦受益”啊？啊，谦受益。I'm your high hero。人生教学是真功夫哎。有你。闷了没有？要不然啊，你们输的话，你们头给我屁股坐啊！啊，叫我们输的话，我们的头不就不就？看你等一下讲唱歌，哼！这辈子没有听过什么叫输 ，OK？ 对哦，我们不可能输了吗？哎呦！好了好了，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跟他们讲，我们去欢迎，准备，那我们就庆祝胜利了。校际比赛喽！这一次我们比赛的主题是才艺 PK 赛。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活动正式引爆，有请我们红组的 Dance 组长。One two three。Someone call the doctor, 날 붙잡고 말해
真的非常精彩哦，大家你看到目瞪口呆了对吧？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评审，评审请亮牌。哇哦，恭喜我们的蓝组获得胜利，恭喜蓝组。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阿帅表演 Big Boss。飞山 You're in tr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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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ouble. 那冰封的 Glano Biscotti 一天的 Glano Then I'm never turn Glano Morio Then if you Glano But the pink and pot of Glano That moment recirculation Pater never clear and make it to me calculation Brother now say clean me I don't matter you glad in But I got a sweet tooth that never come losing the truth for the many Silen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You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She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We like to...下位有请我们的阿三。哦，阿三来啊 ！Bra bra bra！ 麦克风在我的手，无人会甲甲你救。我是把我笑花，不是一个 baby， 我脸貌上水。即马开始跳，加跳，啥我安怎跳嘛袂讨厌，跳互伊用，跳互伊爽，跳到要停笑，跳到冻袂掉。已经几十年，我的 hip hop 永远袂死，但伊愈来愈甜，但伊愈来愈甜。做甲大声，做甲大声 ，hip hop 就是应该安尼跳。我的你的爸爸妈妈弟弟喊，哪会安尼吵，哪会安尼吵？若把弟弟破，规身躯拢流汗，火大火大，只是阿三唱的歌哦。大家俩讲哈，大家俩讲哈，好得卖走，陪你平安条，甲衫烫条，乌白跳，乌白跳，鼓滴滴讲哈，鼓滴滴弄哈，大家俩讲哈，大家俩讲哈，好得卖走，陪你平安条，甲衫烫条，乌白跳，乌白跳。哇，这组表演真的非常精彩，有我们的 Beatbox， 有我们的 Rap。不过老师到底青睐哪一组？有请评审，请亮牌。哇哦，这一组竟然打成是平手哎！不过没关系，事不宜迟，我们把这一场比赛交给我们最后一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最高潮，袁老师与佳佳 PK 王老师小玉。哇哦！佳佳与严老师，你是我的小呀小芒果，你是我的小呀小芒果，你是我的小芒果，小呀小芒果，你是我的小芒果，你是我的小呀小芒果，你是我的小呀小芒果，你是我的小芒果，小呀小芒果。回头不怀疑不停歇，我的帅你的美是信念，年轻就该狂野
就该铤而走险，张开双手去拥抱每一次考验，期待我的明天正要闪烁耀眼。就往前飞，飞呀飞，多远有多远，就一起追，追呀追，梦想无上限，绝不后悔，对不对，就交给时间，不后退。我就是喜欢超越，太平。快点救救我们，有好一点吗？喂喂，好了耶。Rewind， 好，我们准备好了，恢复正常。哦，那虽然蓝队呢在第一个回合在跳舞的部分虽然是输了，但是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回合呢，哇，表现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看到蓝队呢在团体的默契方面呢是非常的棒，尤其在第四回合的还交出了全新创作的歌曲，你看是不是很棒呢？所以蓝队是最棒的。有请颁奖人，请上台颁奖。谢谢我们颁奖人。好，谢谢颁奖人。Dennis 不见了400块钱，我是要检查你们的书包，把你们的书包放在桌子上。为什么一定要第一个检查我？是我老师。点？为什么？点？啊、点？查咯，颜色大没看。哦。啊，老一。老师，不是我偷的，真的不是，不是我偷，我不知道怎么会在这里。不是，我没有 copy 他台词，真的不是我偷的。真的没有偷，我不懂为什么会在我的 bag 里面。对对对，你们四个不只是最烂，还要用一样的 Q， cheap 到不能再 cheap 了啊！你们，哼，看来要出招了。四个跟我见校长，立刻现在马上。严老师，我觉得你最近有点眼花哦。眼花，自己看。
是你自己要看清楚吧。请问有什么事可以帮到你们的吗？巫师啊，我觉得我们的学校有一个老师，他好像有 super power 的。对哦，有一次哦，我亲眼看到啊，他的学生哦，对着红线一直讲话，他一直叫王老师，王老师，我觉得他会隐形啊。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哎呦，有一次哦，上课一般。裤子无缘无故丢在那里，很奇怪耶。喂，你不要讲了啦，我一想到那个画面我就很毛怒啊。哎呦，看来这个老师真的不简单。那么你们有准备他的头发或是照片之类的吗？有，你们看，拿给他，拿给他。这个是他的头发，拿他的photo。我一样的鬼仔告诉我，你们这个老师他是天上派来的天使。天使？所以你们要把这瓶咒语的水带回去淋在他的头上，他的法力就会暂时的消失。到时候你们想怎么样做都可以了。做的一切都是为你们好，我不要你们太自满了。闭嘴！冷静！我们今天专门来这里的目的非常简单，我已经准备了这封辞职信，你马上签了它，从此以后消失在学校里。老师，你就快点签啦！你不要签，你不要签，后面三个可以打到你签为止。我是不会签的。杀！不管你们怎么打，我也是不签的。不签是吧？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就应该是小玉、Benny、常勇、阿三。不要麻烦了，我签。签。校长，真的谢谢你这阵子的照顾，你要多多保重自己。虽然对我来说是非常突然，但我还是尊重你的决定，也感谢你为我们学校的付出。哎，帅，美女在那边哦。谁？开着车才撞到啦！奇怪哦，王老师感冒不可能不来教书的。哎呦，不要想那么多先，我们先去买药给王老师。哎，我们去买药给王老师。小雨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小雨，你起来，我求求你。小雨，为什么要你走啊？要我讲些什么？这不是离开我们。小雨，你醒醒好吗？小雨，你醒醒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撞你的。我只是吓吓你。小雨，快醒来！你这样就走吗？我们要怎样向你认错？王老师，你不是有超能力的吗？你可以继续救你。可是，如果王老师救了小玉，他的超能力就用得差不多了，他会离开我们的。怎么发现的进退两难了？没关系，我原本也只有一年的时间，我来救他吧。是你用完你的超能力来救我，你怎么这么傻啊？没事，你放心。王老师，我知道错了，王老师，小玉，对不起，对不起。不是，以前都是我们孩子大，原谅我们可以吗？王老师，求你们原谅我们。以前我们真的很坏，但是我答应你们，我们一定会改过自新的。知错能改是最重要的，我们大家都一定会原谅真心要改变的人。只要你能改变，就能成功。王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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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小心啊，帮他来。老师，你真的没事吧？王老师，看起来你很累。王老师，你还是赶快去休息吧。是咯是咯，美女，赶快扶王老师去休息。嗯，来，小心。妈妈，小心小心。希望王老师真的没事。亲爱的天父，我知道我的超能力用完了，是时候回到天堂了，但我真心求你再给我一星期的时间和他们好好相处，求上帝赐给我力量，让我和他们留下最美好的回忆。所以你刚刚母亲王老师应该还不错哎，他今天精神还蛮好的。对呀、啊、对呀、啊，今天王老师好像 Superman 这样哟。你哦，每次都那么 over 的咯。是咯，真的很 drama 哦你。你王老师那边 Superman 了没？这样不超能力，可以带我飞上天啊！哎呀，不要整天想着玩嘛，照顾一下王老师。对啦，嘿，王老师真的是 OK 了没？没代志了哦。OK OK， 没代志。
我也很开心看到你们都改变了，而且都相处得这么好。我希望以后呢，大家都保持谦虚的态度做人，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位朋友。王老师，你放心啦，我现在和佳佳已经是好姐妹了，我们一定会同心协力的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学校付出我们的努力和爱心的。Yes， 王老师，小月是我的好姐妹，现在班上的所有同学呢都是我的兄弟姐妹。王老师，真心谢谢你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Thank you。对呀对呀，王老师，现在这个课室已经充满了爱心。对呀对呀，王老师啊。I love you！ 哇！哎呀，毛都上来了咯。对呀。同学们，一起来喊口号。同心协力，付出爱心，做到最好。耶、各位同学，我的事情要宣布。大家都这么辛苦，忙完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庆祝一下？哇，我真的好久都没开 party 了。Well, I'm so excited for it. Of course, can't wait for it. I also ABCDF。白痴啊你，不会讲又要讲 stop it。不白痴，不是 Danny 走了。好了啦，不要玩了，认真点，晚上要去哪里庆祝？哎，要不要去我家附近的一个地方？很不错 ，Good idea！ 可以可以，走走走，走，我们赶快去买东西。哎，你们看，你们看，王老师来了。王老师，王老师，你穿的特别帅耶。王老师，你觉得我们布置的怎么样？是不是很 romantic 嘞？的确很不错，厉害厉害。王老师，我有份参与的哦。有份参与买吃的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迟到。哎呀，王老师，对不起。睡不醒啊。哎呦，老师，这个灯我加的，增添不少气氛哦。是啊，所有人都做工在这，你没有帮忙吃的吗？你们不要这样啦！我今晚表演，我肚皮舞给你看。好啦好啦 ，Let's party！的同学，其实现在有一个 surprise 要送给大家哦。这个 surprise 肯定让你们都很感动。到底是什么 surprise？ 有问奖嘞！错，有请王老师和小玉。王老师，这段日子很开心可以再次见到你和上你的课，真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我也很珍惜这段跟大家相处的日子。所以特别有灵感，写了另外一首新歌，叫做《一定要再见》。看着你的眼，你的笑，我就已满足，只是这美好，这瞬间就要改变，从此要各分东西，未来不知在何处。每当我想到这里，泪水开始忍不住。说好我们会快乐，说好我们不放手，说好我们不管多远一定要再见，请你一定要
好幸福，请你记住这时刻，等你回来填满离开的时候，彼此的想念。必须遵守这个诺言，一旦超能力用完，也就是我该回去天国的时候了。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很舍不得，但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每个人总有一天都会离开我们，所以一定要把握当下，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不要为我的离去而难过，擦干眼泪，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等着你们。记得，你们不是烂学生，就算有人嘲笑你们烂，烂字里面其实还有一把希望的火，只要你肯努力改变自己，点亮这把火，一定可以把这希望的火烧得更灿烂，成为最好的学生。最后，无论在哪里，我都会一直想你们，给你们最大的祝福，王老师赏。王老师，哇！
以后啊，我们在学校啊，那我聊。对了，王老师，明天我们就开始。看着你的眼，你的笑。其实呢，我的超能力呢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滥用。如果越老越多，是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啊，我的超能力是有限的，从此要各分东西。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穿四条椅子的话，我会很不习惯的，所以请大家多多不要见怪啊。所以请大家不要见怪。说好我们一年一度的比赛又来了，好，我们广告了。主要是让我们有这个师生关系和你我怎么样啊？今天多了我的酒，没有你们了。喂，干嘛？干嘛 ？Oh my god！ 那是啥东西啊？是喜欢吃饭吗？其实是在一次的相遇。你不要这次唱。OK， 看。你是哦，你错了，那你可以带手机来电话的。好，一堆学生啊跟他讲话，然后他最就跟你讲话，我叫孩子要改变时间拉着我，王老师你赶快去学习成功。我以为你忘记被骂了。夏夏和佳佳呢已经是好姐妹了，我们一定会同心协力的付出我们的努力。真心还在，哪怕明天要分。